生活节奏很快，通讯工具、移动互联网基本代替了人们的笔墨纸砚，手账自然就成了记录东西的美好载体。每年的旅行都要带相机，有了手账本之后就爱上了它，准备一套绘画工具、水彩笔和颜料，旅行的时候走一处画一处，记录你的专属旅行。